小李呀、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但这么晚了还不出去？别收了，你让人密报。哎，这都几点了？要不咱俩逛街去？行呀，上哪儿啊？刚才我看见万象城新进了两套衣服，特别好看。真的呀？哎呀，还接什么密报啊？那共军都已经打过来了。什么共军啊？哎，那你现在有机票吗？没，要机票干什么呀？逃啊！都往台湾逃。咱俩得先去买点东西，要不然台湾那边什么都没有。真的？那咱上哪儿买点东西啊？去那个百货商场，然后买几件衣服，买点用的。行呀，你等我把这密电给徐哥送过去。行行，快点。发学校了，哎，我口红都没。共产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回来，前线也挺吃紧。哎，是呢，咱打回来让我吃亏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撤回台湾了。哎呀，我想弄根烟去，咱俩我想去那边看看，你去不？我不去，我脚疼。哎，好吧，我自己去吧。啊，你去吧。We'll be right back.
车啊？什么破衣服？小姐，啊，康坦吗？嗯，朋友刚从美国过来，带了个美国货，送给我的吗？给你用怎么样？太好了。嗯，我听说咱们部队近期有行动。嗯，我跟你说。怎么能没有你呢？走，我跟你说，我也要情报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讲。小姐，党国已经在危亡之秋，还有心在这喝酒？喝一杯。我抽烟。那你过去坐。哎，对了，委座这次飞沈阳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我们撤退呀？这是听谁说的？他们都这么传呢，关键是根本就没有的事儿。我跟你说，最近我们得到了共党的最新情报。是什么情报啊？这东西都是保密的。情报啊！啊，对了，那你机票什么时候给我整到手啊？你要机票做什么？我有一箱。多少？哎呀，也就一箱。一箱黄金，二品。好，机票的事交给我。你们情报科那个小李，小李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觉得他。
传情报啊，还要毒死我。